山上来现成看一下这个苹果机。当时呢为了直播效果好一点呢，就听从那个网友的建议去买了这个苹果叉吧，就是 iPhone 叉哦， iPhone 叉。结果买回来之后呢，我们不知道是我们自己不会用呢，还是机子的问题，在直播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听到伴奏，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没有听到伴奏声，然后通电的时候也是有时候进电有时候没有进电。现在就过来咨询一下老板，但是机子问题还是我们本身的问题。检查耳机的话，那个那种情况蛮好。就是我们用另外一台手机接这台手机直播，放伴奏的时候就很舒服。然后这一台会连一根线，就没得伴奏了。他们在直播间里面就听得出来。那你检查这手机是没得问题是吧？充电正常的，电有什么的，电池啊都是正常的，没什么问题。像那多女客的，他那个的，他只有装那个机器装这个的。他并不叫我们试连过声卡哦。哦对，比如我们是要连声卡，连声卡的话，他就必须要有个转接头吧。对。对啊，转接头的话，就只听到，就是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嘛。就只听到我们的声音了，另一台手机我们会拿另一台手机来听伴奏呢，那伴奏就没听到了。你不是跟你朋友的就听到了？对呀、啊。你问他用的是哪一种？他不用买那种试一下，因为你伴奏出出来这个地方呢，像有的我们耳机啊，他们兼容，他就会有一半的声音，有半的声音，或者只有伴奏没得原唱，有原唱没得伴奏，就那种情况。这机子是没得问题啊。电流是安装又正常。这个就是好神奇，电流也正常，我们充电老是没充不进哦。肯定是这个不兼容，那我们平时充电不需要它。嗯，是的，他不是他那个手机烫了，就是那样。手机热了，他就手机烫了，他充不进，冷的充不进。太烫了，太冷了都会充的。这是他的特点。他不是说苹果机有苹果机有个冬眠期没有？一样吗？我们来给这个手机做了一次检测，这个手机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是我们买的这个转接口线不兼容，所以我们回去可能要咨询一下光哥啊、小北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转接口啊。然后我们到网上去买一根吧，这里也没有现成的卖。看来我们两个电子方面还要多多学习啊。对，不是手机的问题，是我们两个人太笨了，我们两个。走吧，想吃粉吗？吃粉吗？我又想吃粉了。